为彼此为新的一年恭喜祝福。那待会等等我数一二三的时候，就请大家一起说新年恭喜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新年恭喜。好，再次谢谢我们吴会长，还有四球堂的代表，以及在场的所有媒体朋友、联盟同仁。那也祝福中华职棒新春开工喜洋洋，棒运昌隆新未来。那在团拜酒会结束之后呢，联盟就准备新。